国庆期间，足球名将谢辉携巡游者足球训练营在库贝拉上海欢乐园现场演绎了精彩的足球表演。现场，谢辉不仅带上自己的足球伙伴为小朋友们上演炫酷表演，还耐心地教孩子们踢足球的技巧。而这位足球名将谢辉，除了曾在申花队的出色球技深刻地烙在人们的心中，他与名模佟晨洁曾经的甜蜜生活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自离婚后的他们也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如今谢辉也是大方地接受了我们优酷的独家专访。优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辉。在当天的活动现场，我们的镜头也捕捉到了谢辉前不久出席时尚活动牵手的外籍女友，但是谢辉本人也从未对媒体公开过。不过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谢辉大方地表示，这个漂亮女孩就是自己现在的女朋友。对，现在是目前的我的女朋友。现在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刚开始这个关系，所以我也不便于在媒体上过多的去介绍或者是去说，而且我觉得还是比较低调一点比较好。提及是否有想过与女友早点步入婚姻殿堂生个宝宝时，谢辉表示目前还没提上日程。我觉得还是会等一段时间，而不是太想去马上完成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可能是还没有在计划之中。对于与前妻佟晨洁的一段婚姻，谢辉用了遗憾一词来形容，并大方的祝福佟晨洁能找到好的归宿。非常遗憾，只能用这两个词来说这段事情。我在博客上也说了，希望他今后过得好，希望能够有好的归宿。采访中，谢辉也透露了自己现在也会与前妻佟晨洁常保持联系。对，我们有联系，也会打个电话，会一块喝咖啡，什么都。